女人，谁敢动？作者：拈花惹笑，播讲：一刀苏苏，一种侃侃，后期：千。第338集。该死的南门荣，竟然将九儿打晕了过去。九儿原来还好端端的，现在便脆弱到这种地步了。也不知道南门荣到底对凤九儿做了什么，小樱桃看着心疼死了，立即冲了过去，将凤九儿扶了起来。从外头看进去的情况，便只能看到这里，之后房门被关上了。外头战玉恒派来的侍卫也是一脸焦急，可是面对的是容妃娘娘，太子殿下的母妃，谁敢跟她硬碰？现在容妃娘娘将凤九儿给打了，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不过以容妃娘娘最近的身体状况，打一顿应该也没什么吧。要真的有什么，里头的乔木和小樱桃应该已经有所状况了。现在没什么动静，大概是真的没什么事。没有人知道容妃娘娘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回宫，而是要去一趟南门府。不过容妃本来就是南门一族的人，这个时候要回府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只是南门府比起皇宫来，要离帝国学院更远了，中间有很大一段的距离。他们今日带出来的人并不多，要是中途遇到什么危险，回头可是要命的责任。所以一行十几人，一个个打醒精神，就怕有刺客什么的。容妃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妃子，她在南门一族拥有着庞大的势力，可是出不了一点点的乱子。但就在马车离开帝国学院一段距离，刚换道的时候，忽然一人策马而来，正正地拦在马车前方。什么人？气血现在可是容妃身边的得力助手，看清楚从马背上下来的人之后，他眉心皱了起来。许世子，你来做什么？这个许世子听闻今早才被凤九儿当众退婚，颜面尽失，这个时候不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还在到处乱跑什么呢？虽然南门许长得也算是十分的英俊，可惜了，没个好出身，亲娘只是一个歌姬，就算都是世子，在南门一族也没有任何势力。这样的男子就算长得再英俊，看在姑娘们的眼里还是没有太大的吸引力。南门许似乎已经习惯了下人们对自己的不敬，他从马背上一跃而下，走到马车前，隔着车帘子紧紧盯着里头那道模糊的身影。姑姑，侄儿找您有事相求。里头的人没有任何反应，南门许又道：姑姑，您说过您信任侄儿，难道现在形势不一样了，姑姑就不再相信侄儿了吗？南门许竟然和容妃娘娘说这种话，他有这么高的身价吗？至于说的现在这个形势不一样，难道是指容妃被废后的事情？气血也不知道这南门许到底是不是真的曾经和容妃私下感情很好，要不然南门许断不该说出这样的话。不过容妃娘娘那边似乎没有动静。南门许又道：姑姑，侄儿求见姑姑，请姑姑一见。姑姑，今日侄儿被凤九儿当众退婚，姑姑能帮侄儿一把吗？如今侄儿被人当成笑话，姑姑也不管不顾吗？许世子，容妃娘娘还要赶着去南门府，有什么事情到了南门府再说吧。既然娘娘不愿意理会南门许，气血当然也不能让她继续在这里纠缠，否则娘娘会怪她办事不利的。许世子，南门许却还是不死心，依旧盯着车帘后那道身影诚恳道：姑姑，是您说信任侄儿的，侄儿在外奔波都是为了姑姑，姑姑求您见侄儿一面吧。许世子，娘娘她让她上来。里头
南门荣略显沙哑的声音传来。气血没想到娘娘竟然真的愿意见南门许，而且还要让他上车，如此亲近，难道私下里是真的有什么感情不成？一直以为南门府的许世子是最不受重视的，可为何今日娘娘竟然愿意让他上马车？这些个主子们的喜好和宠爱，气血就算是有疑惑也不敢质疑。也许是南门许最近做了什么讨好容妃娘娘的事情，娘娘现在喜欢这个侄儿了，毕竟是亲侄儿，忽然喜欢上也没什么不可。气血抿了下唇，正要替他将车帘打开，南门许却先他一步，竟主动一步跨了上去。车帘只是被掀开一角就立即掉了下来，让人完全看不清楚里头两个人的情况。不过马车足够的宽敞，别说是两个人，就算是四个人同坐在一起也不会显得拥挤。南门许进去之后立即道，姑姑，凤九儿当众退婚，让侄儿无故被人取笑，如今侄儿已经成了整个皇城所有人的笑柄，姑姑要替侄儿取回公道啊。南门荣应了声，没说别的什么话。那个一向不善言辞的南门许今日却比平时多了不少话，甚至一直都在愤愤不平。姑姑，凤九儿这么做分明就是狠狠打在南门一族的脸上，姑姑不处罚他，如何能挽回南门一族的颜面？姑姑，凤九儿平日里对您也是不敬，这次又如此作妖，姑姑，难道我们真的要任由他继续逍遥吗？南门荣一直没说话，都是南门许在抱怨。气血实在是不明白娘娘为什么有耐性听下去，更何况南门许今日说话也不知道是为何，声音竟然如此之大，娘娘就不觉得吵耳朵吗？可是南门荣始终没有打断，身为宫女的沁雪怎么可能开口阻止，就更别说守在周围的侍卫们了。主子们的事情主子们自己解决，至于要去南门府的事，走得快也是走，走得慢也照样是走，只要娘娘不催促，他们也不赶这个时间。虽然一向习惯了安静的许世子今日话变得如此多，确实有点不寻常，但也没人多想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南门荣终于开口打断了喋喋不休的南门许，淡淡道，本宫知道了，你且退下吧。南门许深深看了他一眼，才点了点头道，是。那道身影从马车上出来，一直弓着腰，对容妃娘娘倒是真的尊敬，只是下来之后一跃上马，竟然连招呼都不打，转眼就跑远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再见。